会经常去翻各种视频网站，找各种微博的干。我们骄傲地看着你一天天长大，成为正义的化身和可爱的象征。也欣喜地发现，你不仅是外表上变得更加出众、更加自信，而且在很多细节上也变得更加用心。从想到猫吃鱼开始，大家就记得了这里也有一只可爱的猫咪在等着把上钩的小鱼们变成自己成长的养分。时间长了，大家会说毛奇宇这个孩子很安静，秀外慧中。B 队的 MC 向来都是热闹非凡，而在 MC 的时候，小毛的画风跟大家都不太一样。他只是安静乖巧地站在那里，偶尔说一点自己应该说的，而后继续笑看大家谈笑风生。然而在自己的口袋房间里，少了一丝紧张的你变得更加的活泼主动，会喜欢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女生的日常碎碎念，或者是一个小偶像平日所谓的抠脚生活。遇上了一个自己喜欢的话题，或者是粉丝的提问，碰到自己今天特别在意的东西的时候，就会一下子兴奋起来，沿着话题一路超展开。其实你也不仅仅只是一只可爱的猫，你还是一个特别活泼可爱的小精灵。自己看着 live 边唱边跳，遇到可爱的成员或者小伙伴时会恶作剧一样调戏一下，甚至现在在 MC 的时候还会暗地里给自己十分尊敬的前辈开点小枪。这种进步虽然在别人看来可能是很常规的操作，但在我们看来已经是长足的进步了。嗯，直播时候看到你的那一句不好意思我看得有点慢等一下的时候，大家反而燥热的心可以冷静下来。你直播的主题就是各种聊天谈天说地，每一条留言都会认真的看，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快乐，分担忧虑，同时又会一次次的满足大家的要求，给大家看自己各种好玩的东西，或者是在自己已经困得打哈欠的时候还无限延长自己的直播。这样的粉丝和偶像之间的羁绊或许就是真的让人安心的存在吧。这是你作为偶像的第一个生日，也是我们陪你度过的第一个生日，意义不言而喻。接下来春夏秋冬喜怒哀乐都一直会有我们在你旁边，让我们一起去迎接一个更美丽的未来吧。谢谢。谢谢。我觉得写的文采真的比我好很多。我觉得，真的谢谢大家这次能来吧。我觉得就是在这里没有想到能，也不是没有想到，就是第一次办嘛，然后就觉得很紧张。然后，你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没有。你可以说一点对我的爱意。对毛奇宇那个非常多的爱意。嗯，好，结束。谢谢前辈对我的爱意，就爱意，爱意。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点蜡烛吧，点蜡烛。哪里蜡烛？三个蛋糕都点是吧？点三个嘛，今天我也觉得嘛，三个嘛。哦，我今天三岁，蜡烛三岁是吧？没有蜡烛，没有蜡烛。蜡烛。那头发是最耀眼的蜡烛。哎，我看一下，我想看一下。好。好。没有刘叔啊，我来。这个蛋糕没有变。这个是什么蛋糕？你们做的吗？你自己看。我不是，我是那个。那个。好心，谢谢哥哥。刘叔叔说吹他的头。好，小心一点，他说。我在摸。这里要擦。不会。你来吧。我穿的。你的生日你要那个？我觉得你。蜡烛在哪里啊？不知道。喜欢哪个颜色？那你选吧。那就黄的、粉的和绿的吧。那红暖给我。你干嘛？带回家？没有，我想说你是要带回家停电的时候用吗？并不是。给哥哥。谢谢。要什么？不用，没事，我没弄到手，你看。我应该要红色的。哎，那个呢？你为什么不？来，那我给你点。好，
这对你的爱意哦。你好甜啊，超甜。你好像是一个新娘子。哎，没点，没点上。别让我笑，我一笑我的脸就会放大。我去，我好像那种就是结婚点酒，然后给大家点酒那种，点烟那个。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没了，什么意思？清唱，清唱，清唱。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我先切这个吧，你有想吃吗？你有想，你要把那个毛奇宇生日快乐吃掉。好嘞，来，好多人把盘子准备好，给大家发早餐了，发中午饭了，发饭了，放饭了，放饭了。想怎么切就怎么切，切五角星啊？切不了五角星吧？应该可以，我有那个技术。你看，你看，你看，哪里有五角星？这里雪花的形状。打扰了。这上面是什么？来，你尝尝看嘛。要这样。哎，你怎么没切那种块？方块。方块，我觉得它是圆的，方块比较。嗯，这样。这样一大块。再切，来吧。好嘞，好嘞，好嘞。我的脸好肿。你不要一直跟我说，我会笑。要自切吗？嗯，看我来。我觉得可以了吧，三个。可以了吗？可以了。三块。行，这个也吃。你吃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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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嘛。还有那个也拿给他吃。你吃，你吃嘛。我不吃，你长那么瘦，多吃一点。为什么？你好关爱我。今天你生日，你最大。有那个吗？哪个？哦，那你还有一个蛋糕啊？对，那个蛋糕好。哇，来点纸。我不小心碰到了，好惨。我觉得不说话好尴尬。你可以唱首歌。唱首歌吗？我嗓子哑了，你还让我唱歌？可以吗？没事没事，我自己洗吧。来，开始吧。我跟他说。哎，有那个吗？你刻的分蛋糕了吧？对对对，那个来了来，可是没有那个，就是直接用这个呀。好吧，没有，这个应该还好，有三个模式，差不多。好嘞，我小心手，小心手。这我就不吃了，给大家。我吃了给大家吃吧。你想吃哪一个呀？我每样都留一块。是这么想的呢？哎，不对，是这样吗？这块大的留。你要给大家说可以排队来领蛋糕了，来领饭。来，大家来领饭吧。可以来领粥。啊，这个太大了。哎，哥哥还有什么？你吃。来吧，来，一排一左来领饭了。一排一左来领饭。一排一。Thank you.
今天没有超位的，超位就是我们三个。好嘞，超位是我们。我玩超位。来，谢谢，谢谢。谢谢。啊，算了，这不是谢谢。这个也挺好。你好。下次不要再升级。嗯，好，好，我知道了。来切，继续嘛，正在弄。还有可乐，大家要想喝的话随意啊，随意，大家桌子上看到什么拿什么。嗯。你们班里用哪个更多？嗯，好的。嗯。那得问问毛奇宇同不同意啊？他说他要把我拿走。谁？谁？不可以。人家一人会代表。不行，不可以，这是我的。哎。这个也不行。左拥右抱，哇！他怎么？姐姐应该还要一个刀的。嗯，没有铲子。铲子。这反正三个箱，你想吃哪一个？就这个嘛。这里有，这里还有。谢谢，谢谢你。啊，对不起。这个切失策了的感觉。啊啊！小心，小心。没关系，反正看来都没有人用那个巧克力。那我要。带回去吧。我要，我们可以带回去吃，没事，没事。那怎么办？我只能用筷子了。我来。按顺序继续就可以了，不用等。对，不用等。对对对，来吧来吧。你想吃哪一个？我都行，巧克力的吧。巧克力的吗？好，巧克力那个。我来吧，来。小心。哦。这个要怎么拿呀？直接拿。啊，直接拿，可是我拿坏了一个了。没事，你看看哪个帮你拿。一拍我就手就累了。我要吃冰淇淋吗？啊，可以可以。啊，谢谢，生日快乐。谢谢。啊，可是我这个很时尚，你把它卷的好像农民伯伯。来，快，你准备好。好，你想要哪一个？都想要。都想要，不行。好。好，可以的。这个感觉啊，可以吗？那就都来。好，那我就都。你想给哪个？是吗？一个给一个。说得好。我拿筷子了，那就要靠千总把这一口完美的计量出来了。哇，哎，那个，这个太大了，谢谢。这块大的我想自己留着。好吧，我给你。好，吃一口，吃一口。下一个，下一个，你要哪个？那个。你想要哪一个？这个吗？这是吗？这个、没事，你想，你觉得好看的都，我觉得都很好看，我觉得都很好看。随便挑，随便挑，你开心就好。那我就不给你了。等一下，等一下，我就不给了。你现在已经对我这么客气。没有，我很甜的，我是甜。把蛋糕给你分好。这个是你们做的还是什么？想多了，这个明显是买的。不要说我想多了，那这个蛋糕做的也太不那个，只有吃到草莓是不是？并没有尝试的蛋糕和草莓。要哪个呀？一二三 ，one two three four。给我们留一个那个。You like？ 就真的要硬嚼那个。算了算了。草莓的很好吃。草莓吧，好，草莓来，就这端一盘。那个是，可能他切，谢谢，可能他切坏了。对，小心，不是切坏了，是他没事，他这个就没做好，你知道吧？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嗯，我觉得这个水果的特别好吃。这个还是夹心。是，为什么这个都没人选？不一样，这两个是一样的，嗯。这个谁要吃，我直接把这个盘给他。嗯，这个也很好吃。两个，吃吧吃吧。我想喝可乐，那拿一瓶吧，给他拿一瓶吧。你好，你想要哪？谢谢。你想要哪一个？哦，都可以。都可以吗？那就草莓的吧，我觉得草莓的是这块。谢谢谢谢，打扰了。小宝等一下必须和我的孩子一样。啊，是吗？真的吗？对不起，有点丑。没事啊，小心，小心。好吃就可以。等一下，不，没事，还有草莓，还有草莓叉子。谢谢，没事，不好意思。没有。
这里过来。谢谢，谢谢。你想要哪一个？这个。好。水果蛋糕果然还有人气，拿这个吧。当然了，水果蛋糕都没有人气，那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什么。你不是很喜欢吃草莓吗？对。可能是为了你选的吧。我想要一瓶可乐。他刚说了很久，你给他拿嘛。他刚说了好久了。我没听到哎。谢谢。我们那边都不能喝。你知道吧，静雯？我知道。要你付钱。对。你想吃哪一个？好，果然水果蛋糕很。我喜欢。哎呀。打扰了。哎，等一下。哎，这是冰淇淋吗？叉子，嗯，是，里面是冰淇淋的。哎，谢谢。谢谢。你要不要？我涂了口红。好。我帮你涂吧。哎，你吃这个。你们不是冰淇淋。你吃这个，这个好吃。那。嗯。谢谢，你想要哪一个？好。脸好胖啊！可以呀、啊，等一下，我再给你弄。我学他们这里，越遮越胖，是不是？没遮住啊，这样子。好了，对不起，放在一起了。没事，谢谢。这好吃，这是吃的。对，我也觉得这个好好吃，我也喜欢。我对蛋糕不感兴趣，你不吃吗？蛋糕就是脂肪，你要吃吗？不吃，真的吗？你不要抢了。哦，还有寿司呢，寿司忘记发了。你想吃没关系，大家慢慢吃。还有寿司，还可以上来领第二批。水果的吗？好，走过路过都不能错过。嗯。我怕弄到你。没有。谢谢。吃什么？水果。好。哎，我觉得这个奶油看着让人很喜欢。嗯，我不是，我觉得它就是层层搭配的很有，就是很划算。不是很划算，就是就是很划算。没有，就是还有它每一层都加了草莓和蓝莓。嗯，那就是车厘子。嗯。哦。好吃，特别好吃。你好，你想谢谢，你想吃哪一个？水果的吗？嗯。还没掉了。嗯，没有办法了，那就用这个掉了。你把你用刀子把它捞进去，捞进去，捞进去，然后这样捞。那你先切吧，那我切完了，然后腾个地方出来。然后怎么办？没关系，翻了翻了。没有，我是想，这已经，我天哪，谢谢妈妈。嗯。啊！天哪，你好厉害啊！奶，你好厉害。上面还有菜。来来来。花椰菜，别动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做得好，鼓掌。厉害，厉害。来，谢谢你好，你想，谢谢，你想要哪一个？哥哥，你看画的吗？我可能选的不是很好。我这边都没有开。你好。我拿掉这个不行。好。我都这么胖。你好就好吗？我不懂你为什么好。我怎么好？手足无措。你羡慕我你就说嘛，我把这个让给你。我腮红擦的就跟要跳秧歌一样。你们对我的妆老是有意见，没有意见。我觉得这样最好了。对，我在这边切蛋糕，我们在这边吃。谢谢。可以拿个这个吗？这多少钱？139，可以。嗯，好贵哦。159好像，你看一下吊牌嘛。我上次对，我上次夏月在娃娃机里面捞了一个。那个是假的，不是假的。好，肯定是假的，你是正版的。不是，那是假的。那是正版。那是假的。那是正版的。我不信。因为你自己买了，所以你说不信。你等会儿。没有，不懂。大家说点话吧。好。你们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寿司。啊，寿司。寿司他们上来领第二批。还有第二批吗？
第二批没有蛋糕了。这是直接上来一个人夹一个吃掉，谢谢谢谢。在这里吃。对，在这里吃。只用同一双筷子。生日快乐。谢谢。你想要哪一块？哪一种？有这两个。那好。这个。这里有一个。这里。哦好。等一下这里。这什么毛毛？你看，没关系。再给另一个吧。打扰了，听懂。打扰了，听懂，听懂，打扰了。快点，摄影的 staff 们，快点来领蛋糕了。三年。对。你想吃哪一种？哇，这个还能。嗯，可以，没事，可以切。好。青总，快切。来，我切了。嗯。预备。你想要水果？要多大？说。小一点。一半还是？这里还有一块呢，这块不会被别人遗弃。直接一盘。没事，我们到时候自己吃吧。吃不了，吃不了。你要吃什么？你来切吧，你的生日。不是你切，没有你切嘛。他现在收不了场了，他切不好了，我告诉你，他收不了场了。不要拯救他，我告诉你。他就觉得我切，没有，他是觉得我切的。谁说的？就是我。如果你切他是去新东方切他了没有关系，如果他切他了就要被骂了。那就等你了，加油，金总。好的。我技术很好的。不要开车。倒了。不会倒的啊。只是掉了个草莓。捡起来就可以了，所以我叫你一盘端走多好的。金总，一块是吧？你说要一小块。切了一整块。没关系。来了，嗯，好吃吗？有寿司呢。不够再来啊！好，兄弟，来，谢谢拜拜，三千块，谢谢。你看我这多好，草莓吗？没有倒、嗯，是的，是的。再切一个，嗯，算了，这个别切了，直接。嗯，生日快乐。来，你想吃哪个？哇，好甜！哇，青总好甜，超甜！你看人家举那么。那么大个泡也不容易，对不对？谢谢，辛苦了，辛苦。秦雯把蛋糕的三分之一都切出去了。别客气。要多少？多大？说。对，要多大？那你就吃一点吧。秦总带我。不是，我跟你说，留点肚子，等会来吃寿司，是不是？对不对？嗯，谢谢。你要吃寿司吗？你要吃吗，金总？来吧，来你来切吧。你看什么吓人的？这把刀。生日快乐。你想要？谢谢。你想要多少？你想要这个吗？好。对，我来吃蛋糕。我不吃。这吃的就是脂肪，像我们这种要保持身材的偶像。好。看到没有？大家都说你胖不了的。你们都是嘴上这样说。等我胖了的时候，谢谢，你们压根就不会看我了。对，就说你怎么又胖了？然后我们现在就说你怎么又瘦了。少吃一点。你想要哪一个蛋糕？这个吗？这个吧，好像只有这个。哦，这还是没有这个、这个来这个吧。好，看着脂肪的话。没关系，你们可以随便吃，我们也可以随便吃。当一个开心的肥宅，得有那叉子吗？啊，这个可以叉子。啊，还来一个，谢谢。没关系，他走了。叉子没有了，没有了吗？有，快来喽，快来哦！好，哦，这里面那叉子好洋气，这都被我吃完了。等一下，我把它拿出来。啊？你好意思？嗯。你想吃哪一个？哦，这里有了这个刀哦。这不用切。你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我突然想到。我也不知道里面有，我以为里面只有叉子。怎么了？寿司好看，谢谢。你好，你说吧。甜王，你好。你好，生日快乐。谢谢。你要哪一个？你都行。你想要寿司还是什么？吃寿司吧，我减肥。好。我寿司也。这么瘦还减肥，你让我们怎么办？不。你想吃哪一个？哪一种？就说给我们听的。鳗鱼的吗？不是鳗鱼。真的是。鳗鱼不是鳗鱼。啊，谢谢。还要吗？不要了，谢谢。要芥末吗？嗯，好，我拿一个吧，谢谢。芥末酱油，配套的。哇哇。寿司可以用那小盘装。筷
啊，不用，那个筷子，太周到了，谢谢。万一蛋糕没法儿弄，不，那我拿。毕竟你们冷餐会都交了钱的，对不对？你要吃哪一个？这个，黑色的。好。谢谢，谢谢。那这样我没有事干，我就在这里给你们调好。你们等一下，端着，嗯，吃。太厉害了，可以，谢谢可以，谢谢秦总。我就坐上，还有梅林蛋糕怎么样？谢谢，你想要这个吗？好，还问吗？放叉子吧。谢谢。那结束了，是要吗？啊，不要。我下一个环节好像是拆礼物了。是吗？谢谢。你想要哪一种蛋糕？有那边水果的和巧克力的。都可以。巧克力。一块吗？还是两块？一块。好。谢谢。我多给大家放点芥末。好。我喜欢全部放的那种。没有了吗？吃会儿，让大家歇会儿，消化一下，然后第二批送寿司。送寿司。要模仿他的口音。送寿司，怎么回事呢？今天送寿司，你说一下，寿司，到底寿司，好了，你赶紧吃吧。没有，我在想的是寿司还是寿司。哎，你的 catchphrase 是怎么来的？夜夜鱼飞，意在其语，大家好说。什么？念念鱼飞？夜夜鱼飞，你有没有文化？夜夜鱼飞，你以前不是什么猫吃鱼什么？哦，我这好像是小怪兽的。嗯，那个不是我的。那你叫什么？猫吃鱼。嗯，这个是鳗鱼的吗？嗯，完蛋了，我这个口太小。那个是鳗鱼的吧？我的酱油到处飙了。那这个是什么呢？鳕鱼。完蛋了，你吃吗？哎，我想要个剪刀。其实我不饿。你要不要酱油？要。因为就给一点酱油，芥末多一点。哦，他的意思就是要给你很多那个，然后为什么你们凳子没？算了，我一个芥末少放一点吧，大家也吃不完。小朋友，哎，你要吃吗，秦总？寿司，吃吗？寿司我不吃，你不吃吗？秦总怎么了？我一般上午，我差点说的，我一般上网之前，我上课之前都不吃东西。真的吗？真的。他刚吃不是我，突然想到他刚刚吃了烧鸭饭。这个寿司他们就拿起筷子直接吃是吧？对。预备。嗯。聊一会儿嘛，聊一会儿嘛。拿话筒吗？不行。肯定要拿话筒啊，不然那个看直播的怎么听得到声音啊？那我们说个 MC 话题吧，好吧，让你一个人，今天你过生日，你一个人 solo。我想一下哦。嗯。那今天是我的主场，然后。别害羞。嗯。我想一个。想吧。晚饭吃，毛奇宇请什么吃什么。还有一个麦是放在收音的。嗯。有什么吃什么？那我今天已经请客了，原先我就在想说要不要请大家吃点什么，但是当我生日比较卡在那个时间，还没有发工资，然后今天说了半天就是想说没有发工资嘛。没有，不是，是，然后后来先请了。奶茶，你们都点了对吧？我告诉你，刘贤，我刚偷听到他请那个金罗塞和小熊吃了猪蹄，没有请，没有，他们还没有请。没有偷听到，他光明正大的说了。对，我很光明正大的说的。平时口口声声的说喜欢我们，嗯，到这种时候，然后你却把猪蹄给了别人吃，不是，是昨天晚上小熊就缠着我说。
哎，你生日你要请我吃点什么吗？然后他说我想吃猪蹄，然后还想吃鸭脖，还想吃鸡爪，他就跟我说了报菜名，报了十几个，然后最后他晚上他点了牛蛙，然后我就想说那算了，那我就请他一样，我让他在三个中选一样。尬了尬了，不是因为你刚说嘛，然后就想说请他吃一个猪蹄好了。你不爱吃猪蹄吧？你爱吗？你爱吃吗？我吃什么长什么，你知道吗？吃九九长九九。所以我们都不吃猪蹄。那你喜欢吃什么？我们喜欢吃露水，喝露水。我们仙女都是不需要吃东西。你刚刚明明吃了一碗烧鸭饭，请问吃烧鸭饭长什么？有证据吗？没有证据，说话是不算的。我有证据。没有，他刚刚还打电话给美军说，美军下面有粉肠还是烧鸭饭啊？没有辣鸭饭了，那我要烧鸭饭好了。什么叫辣鸭饭？明明是叉烧饭。我不记得了，不记得就是有一个什么香辣鸡饭还是什么鸡饭呢，然后就说问他要哪一个。不要聊这个了，聊不下去了，大家还是来领寿司吧。寿司，寿司，饿了吗？你们想吃吗？来，你是怎么说的？寿司，大家一排一排一排，然后一个小盘子就够了，一起站在那里站。你说一下榴莲牛奶牛角包。我早就说过，这个说的很好，牛奶。再说说说。榴莲牛奶牛角包，说好不好？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说十遍。榴莲牛奶牛角包。你再说。榴莲牛奶牛角包，榴莲牛奶牛角包。好吧。好，特别好。毕竟还是考过普通话的。一看你听闻每次到炫耀他的普通话是最标准的，对，因为他跟我们发那种微信语音，只有他的可以100%正确的翻译过来。看到没有？平常那些说我普通话说的。不懂为什么？我现在怀疑那个机做微信的人是四川人。啊，是微信还是那种就是手机自带的？就是转文字嘛，语音转文字，他的可以100%正确，断选就不行了。为什么好神奇？我平时听那个青总之前去吃东西，青总让我给他带土豆，然后我就听了半天没有豆儿，土豆，然后青总就那边说，然后我也没有听懂。你没有听懂，那你怎么知道我要带的是土豆呢？因为你出门跟我说你要那个就是料全部都加，要把所有就是土豆摊上所有的料都加进去。就最豪华的那个套餐，土豆。然而到最后，现在土豆搬家了，你都还没有给我带回来。不是那天我去的时候，然后我是打算给他带的嘛，然后我跟他说那个土豆摊子不见了，他说被城管赶跑了，被征收了还是什么？然后但是我这条语音还给我妈听了，我说青总的语音课就是说话也太可爱了，就是想设成手机的铃声。你又在那里吹吧，今天是你过生日，应该我们吹你，不是我过生日。好，你看不出来吗？他正等着我们吹他。嗯，知道了。不是先夸一下你们，然后你们再来夸我，就是这样会显得那个我跟夏月已经联系了，等会那个送个那个打气枪过来，今天把你吹上天。我们真材实料的用嘴吹。没有，我那天就是夏月不是在那个就是小燕生日上说那个给他准备了一个大西瓜嘛，然后一下台我就跟他说我喜欢金块。金块。嗯，我希望他能就是偷偷作为秘密给我准备一个。还真能想要啊？那你想吧。就想想就可以了。他是不可能做的。我想一下嘛。梦里想一下。快问问大家饿了没？大家饿了吗？大家消化了吗？我们进行第二轮发饭。好，开饭了。时间不多了，大家珍惜好哦。来吧，哥哥说时间不多，意思是让我们不要放第二包饭了。大家都不好意思了。好的，赶快直接来排队，直接领。来吧。把那寿司全部拿过来。全部拿过来。啊！哇！你看，算了。青总干的。你看，来送筷子。不，青总用海豚音把它震倒了。感觉。他找不到存在了，然后故意找点存在感，他就倒了。怎么办？筷子不多了。没有关系。
用手吧。我们直接给，没关系，我旁边有签子。算了，我还是把签子也没有。签子是什么？对，吃的。对，叉子嘛。可以可以可以。给我拿两个盘子。虾还是什么？盘子。啊，盘子。不是这个盘子，怎么办？那个。打扰了，你就把鸡腿给我。有没有佐料？有佐料吗？就只留米。有酱油吗？酱油，酱油，酱油在这。打扰了。撒一点。撒一点吗？还有蛋糕，大点。行行行，好。把那个拿过来，把那个寿司拿过来。寿司，快快快！我怎么拿嘛？我现在很忙，我这个要倒了。这个说他很忙。来来来。快点排队，自己来拿吧，自己拿来拿吧，他不了了，同志们。饿。对自己下手拿，喜欢什么拿什么。好好好。对，喜欢什么拿什么，对，不要客气，不要犹豫，不犹豫不客气啊。这什么东西？烟熏三文鱼。好，来。这是什么？鱿鱼吗？看不懂。我估计大家都不想吃蛋糕。这里有碟子啊，有碟子。碟子。要不要？听懂吃吗？这个没有，不要。来，再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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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别客气。听懂，再来一盘，再来一盘。筷子，不要浪费了，不要浪费了。来来来来来。我要去拿一个。还有小碟子吗？这还有一盒。你给我点碟子，没有碟子了，这有，喝多了，喝多了，应该够了，我觉得。群演，群演，发鸡腿了，大家来了来了，群演来了，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来来，我帮，我帮你快两个，没事没事没事，我帮你快两个，可以了，你想吃哪个？可以，正好。你想吃哪个？行，快。啊，这个是我要吃的，我才留着它的。还有盘了，那个没有盘了，在哪儿？那个青总把这盘子都就是用我用过了吗？还是没有？那学放可以放吗？我觉得可以放啊，这个不适合泡它。没有，三分钟再上一波。这个不是我，好了，现在不用适合不适合了，现在没有了。再上一波，放了。直接拿。啊，直接拿，直接拿，直接。没有我说。最后上的，哎，我想那个直接把这一整。还有没有盘子？我想把最后这一块 cheese cake 拐掉。可以可以可以，来，我给你弄。嗯。你这么好，那没有了吗？你不会胖的，该吃吃的。不，但真的我不吃蛋糕的，就是很多年的习惯了。嗯，就是可以，功力可以，我就很怕你夹断了。还有那个，我那个拿火鸡的菜啊，就那个白色最大的。进村进村，第二波进村，快点回去。你想吃的吗？还有酱油吗？不要酱油。是进群组在那里，这里这里，哎呀，直接端一盘走嘛，给你调好了都不要，就不要好甜啊！不不不，我不要，我想把它邀进去。没事。你要吃哪个？好。你这个吧，这个很好吃，是吗？哎，这个很好吃，这个我不是吗？这不是真的。嘟嘟嘟嘟嘟嘟。不要浪费礼物了。好了，没有了，那是这样带回去吧。对，都没有了。那就把它收进来吧。是不是要打票的人才能来？没人要的就收进来吧。哇，没人要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哎。对，他会的票。为什么？这个很好吃。一百。他们肯定要吃。一百二十八。好了。来我吗？敲三个。放侧面说的都有点正常。好嘞。觉得这个怎么有点像升旗？他一抬升旗了。我才是你的。真的是啊？你看啊，是不是升旗？啊真的是激起我的神奇，好惨哦！开心。嗯。我这里还有两块蛋糕。没事没事。这样留着吧，等会大家那个公演喊歌喊累了，还可以吃两口。嗯。带不能带着。等一下这桌就要撤了。这个可乐也可以留在这儿。他们说生。
他们说这一代是亲吻的生血，所以不是我的生血。亲吻生血。AKB 的啊，对，真的是我的呀！哇，好可爱！我多久变这么可爱了？大家看一看哦，超级可爱。可爱，非常好，下一个。这个生血还是青总挑的，青总的生血真好。对，还很贵呢。对。卡片，等会卡片等会看。限量版。这是什么？哇！爱你一生又变。变。谢谢。哇，这是什么？这是充电宝还是蓝牙音响吧？哦，音响手宝好特别。暖手宝。啊，暖手宝。好可爱，真暖，紫色，谢谢。哎，我今天看到这颗钻，我就想起我今天戴了唐老鸭的那个，就是项链嘛，然后上面有三颗钻。我问谁？我问很多人嘛，就是我们成员说，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今天戴的项链？他们说啊，没有看到。然后就问我是什么，我说是唐老鸭。他们说啊，这哪里看上去像唐老鸭？我说那是唐老鸭的头，这上面有三颗蓝的钻。然后小熊只注意到了它的钻。然后呢？两元店买的吗？迪士尼里面买的。哦、迪士尼，好棒哦！好棒！这是去过迪士尼的人。对，我是去过迪士尼的人。我们这还没有去过呢。哇，真的吗？嗯。那你很了解。我可是经常去迪士尼，想要办年卡的会员。好了，来，我们期待下一个。好，谢谢。我刚刚想。手气很好吗？又是生血，看又是我的，又是清一文的生血吗？你们怎么这么喜欢给我清一文的生血？知道我喜欢他。对呀、啊，哎。啊，我不知道怎么拆，就那一个那个，拆开就行、没有，我差一点把它弄坏。哇，这是我的应援毛巾哎！你的毛巾好漂亮、哦，怎么是粉红色？什么？没有，因为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有很多推嘛，也不是说很多推，就是有很多喜欢的人嘛。然后当时我就一直在想请谁好，然后我看很多人都说我以为我会请芝麻。刚这么会问我，这么会问我，你要去哪里啊？我说冷餐会呀、啊。他说哦，他的那个表情真的，就我肯定就想，为什么没有请他？我最近不是最近很喜欢你吗？最近很喜欢我们青总，因为青总就是那种长时间接触下来，觉得他性格特别特别的豪迈的。算了，你别说你这样说下去的话，我等会儿我是女神气质很好，特别好，对，就特别有女神气质，就是你看练舞的时候，大家都不化妆，我们都油头垢面，就他一个人白白净净的，就看上去像化妆但没有化妆那种漂亮。谢谢，今天是你过生日、你吹吧，等会儿留在公演上慢慢吹啊。哇，哦，不得了。然后我觉得啊，像是我对你们说的你要对大家说，你看大家等一下我先一个人。对，小牛奶是那种
所以是我一开始就很喜欢他的，你是慢慢喜欢他。你不要夸奖我了，我求求你放过我。不是，我真的就是用心在夸，就是在入团之前就是推你的。哦。他转的很快的。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是有个你现在是不是喜欢金文？喜欢刘胜男。小树也喜欢我。好，我说对，都喜欢。别，都喜欢，要专一点，你专心的喜欢。那我喜欢你吧。我走了，看来这里没有我，我那个，我都很就是喜欢你们嘛。然后，还是谢谢大家能来到我的冷餐会，就是感觉不容易嘛，这么忙，然后又到年末，事情应该挺多。然后我觉得，就是我有看大家给我发的私信或者是口袋房。然后就是有跟我说这次生日会来，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然后，今天呢是我们小毛进团以后的第一次，然后大家也没有什么经验，他也没有什么经验，但是对，但就是有些紧张嘛，但是还。